央有令，必须彻底取缔宗教，尤其是全能神教会，一日不取缔，一日不收兵。我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江东。是。你们几个干嘛呢？是不是在聚会？国家有规定，凡是三人以上聚在一起，就是非法聚集，就是扰乱社会秩序，都给我带走。走。末世的基督带来的是生命，带来的是长久的、永远的真理之道。这真理就是人得着生命的途径，是人认识神、被神称许的唯一途径。老毕东，警察！他妈的，这次判你个十年八年的，看你还信不信神？或许有一天，我被中共抓捕迫害，这是唯一受逼迫，我心清楚明白。或许我犹如瞬间坠落的烟火，我仍会骄傲地说，我接受了幕后嫉妒。不能看见国度福音扩展的盛况，我也会献上最美好的祝愿。如果我不能看见国度实现的那一天，能在今天羞辱撒旦，我心里快乐平安。神话已传遍天下，光明也出现在人间，基督的国度在患难中产生真理，黑暗即将过去，公义曙光已出现，世界与世事已经为神做出了见证。实施的交代，免受皮肉之苦。说不说？打！或许我殉道，不能再把神见证，仍有无数圣徒传播着国度福音的火种。尽管我不知道这坎坷路能走多远，我也会把一颗爱神的心奉献，见证神末世做工，在地同行神的旨意，能为传扬真理献身是我们的荣幸。患难压不垮，炉火炼纯净，撒旦权势之下，走出一半的圣经兵。神话已传遍天下，光明已出现在人间，基督的国度在患难中产生建立，黑暗即将过去，公义曙光已出现，世间与世事已经为神做出了见证。黑暗
将过去，公义曙光已出现，时间与事实已经为神做出了见证。神话已传遍天下，光明也出现在人间，基督的国度在患难中产生建立，黑暗即将过去，公义曙光已出现，时间与事实已经为神做出了见证，时间与事实已经为神做出了见证。